全军出击。来吧，星矢鳄鱼，不来，星矢鳄鱼太弱了，关键是太脆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其实也行，打把炼金也行，其实，那最好是带强攻，强攻我们没带，也行，来把也可以。我一生气你也难过，我不生气，这干啥呢？这是先把他打回家。差一下，平 A 没 A 出来。血亏，好好看吧，兄弟。我是真是不知道哪里血亏，我都讲不出来哪血亏，他给我来了一句血亏。他双招我双招，我把他打回家，然后我血亏，你看。下边可以尝试一波击杀啊，来 E 上来 Q 一下红怒 E 回来补个车吧，这个红怒 W 没撇到 Q 一下想补车，那你会丧失这个机会。吃毒都没关系，他现在非常脆，我跟你们说，他敢上来直接一个晕 A 接 Q 意思，我在这卡兵线，那炼金我玩的不下五六把，可脆了那英雄前面。他血亏，我这，哎呀，很难处啊这。我得来个药，跟着炼金打不出药不行，我们得还得出个药。断兵线去了。不过我刚才确实不太对哈，哎，心态不太好，今天节奏有点多，给我整的有点难受，很长时间没这样了，说实话。他跑后边去了，要断去吧。你去找他去，你把他打回家，然后让他到线上来。你吃个经验也行，其实。他现在断兵线只是想不跟我打，知道吧？来，现在他五级，我们六级，马上小兵过来，这波兵线给他推进去，可以强杀。我伤害够杀的，
不推了，放在这儿。一上来晕住，怒不用了。A Q 吃个药，他要死。我秒他就一瞬间。脆死了，这炼金老脆了。先吃他两声打鼻哦，抽一下平 A， 晕住一上来平 A 抽，他换血根本换不过我们。蓝枪在下路呢，所以不用担心啊，这波他还得回家。他不回家我越早杀他。来把塔皮吃了。有小聪明。小聪明。哎呀，这波不回家，下波你总该回家了吧？下波，嗯，花瓶封一下，房管封一下，直接吃塔皮。我们有大了 ，R W A Q， 他这边没蓝，三秒两秒，哎呀，我先来一首《可血战俘》。出一个皮孩，我这皮孩如果我等一等钱够不够，等20块算了吧，万一这炼金出来了呢，再把我线又给我断了，不合适了。就他这老脆了，他这么出装，他这么出装我两个技能他就死，现在就只要一个红怒，不是格啊，是 W 加 Q， 他就死。一 Q 一过来，晕住，和血战斧不打了，溜了。抽一下，蓝枪带中路。车我不要了，来，中路怎么回事啊？关键他现在不值钱呢，你说我杀他，找他一波吧，兵线还没到呢，就找着呢。看他能上哪去？
白送钱，不要白不要吧，还行，270块钱，零杠四270，很值钱了，啊，零杠四270，然后我们还凯旋还20块钱，像将近300，这小子，295。晕住和谐战斧一上来 QAE 平 A 闪现，哎呀我操这波，哎呀这个大泥巴有点反应啊，这个大泥巴坏了坏了坏了，让他杀了一波，那大泥巴地上撇出来我没有办法用技能，我溢不出去，这不是科学养猪了，其实它值钱了你知道吧，它是值钱的，从下边走来，没事，我吃到经验了，升级了，升了半管，我们刚才是这么多经验一下升了半管，把这一塔给他拆了，来跑，还能让你收兵，我让你出门就没血。先晕他一手吧，这蓝枪怎么？哎呦呦呦，还好我二速鞋，双段一走，哎，给我挡一下！061，傻逼天天有，今天特别多。
这个跳弹咱就不打了啊，这两个跳弹我们都不打了。算了，让他跑了吧，交急跑了，不杀了。我们没交技能，下边他没技能，无所谓了，跑跑了。反正每次上线就一套，他技能总会用完，没关系，把这蓝枪给我杀了来。一上来红路晕，一过来晕住咳血战斧接口闪现，这不行，这蓝枪有点猛啊，让努努杀的。还行吧，这中单有点菜，找个人，你不死，550白送。我这个大还是开了吧，我怕没开大的让他穿走了不合适，我们体型变大一点，他即使穿我们也能打得到他。不开大被秒怎么办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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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大招是为了体型变大，怕他给穿走了。他每次就收一波兵开一波大，收一波兵开一波大，收去吧。不用理他，无所谓。不打了，蓝枪可能会过来啊，怕他队友来，回家。这不能回，回家出装备。嗯，整个振奋吧，这把炼金小驴人，整个振奋。我们就是不能让这个炼金把一塔推了，今天一座塔也不能让他推，知道吧？上线他敢打，我们就给他打废，让他回家。他对团队贡献一点没有，虽然我们也一点没有，但是我们发育比他好。慢慢打，打到六神，俺们六神装他才四件。慢慢打，我陪你玩，不着急。他去走了，那这波有点失策了，兄弟们。
这波去中有点失策了，不急啊，在这等，再往上上来。 先杀锤石来，让我玩死！哎呀，杀个废物有什么用？没什么用啊，这。 寒冰725，努努，开大龙，4打5开大龙吧，杀点这个小绿人，盯着他点就行。我们把这个小绿人给他盯住了，开大龙来。 没办法，家里有个傻逼，不好好玩，人家多个人，还抢人头，操！打大龙来，不用直接开就行，站我后面，寒冰。 打龙，不用打人，直接打龙，没事，斩怒来。哎，先杀蓝枪。 小绿人怎么会越过我去把寒冰给杀了呢？寒冰为什么会死呢？他位置不对呀，他不站我后边。闪现 Q 啊，不知道啊，反正我们家寒冰不能死，中推吧，保一下寒冰，寒冰死了就不好打，来吧，中推。 我这英雄还不像那其他英雄那么灵活，不太灵活，有点笨，所以这把不太好打。他们家人稍微有点灵活，在这里啊，一定不能让他接着后排啊，连他呀，对呀。 你别在我方边吃鱼呀！哎，不着急，他往上上不了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咳血战斧加 Q。装逼，操！拆！烦死了，这顿控啊！能走几个是一个，啊，死个傻子，行，挺好。不急，你走就行了，别在那回城，容易死。活活给我玩死，这牛头真能害人。那叫走不走，你说本来我不用死的，我700块钱顺便还给他40%，你说非得在那里回城。蟹手有了，再来个什么呢？出把黑切吧，黑切减吸地快，出个黑切，一技能的吸地快点。卖了好了，真的，那叫走不走，给他一顿点信号，能怎么能在这个位置回城呢？你说？但其实也不是不能打。你看刚才全残血，那锤石没来，我估计我能杀一个。小龙，这锤石真你妈烦。杀我！你们配杀我吗？小龙吧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小龙不要了，走大龙。不应该骂人。但这锤石太烦了，哎呦我一顿控啊，我人都走不了道。蓝林汉不能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啊，不能被怒气冲昏了头脑，我们得玩一下啊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，别被怒气冲昏了头脑。虽然我们这个东西是笨逼啊，是个笨蛋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来来来来来，AW 可解战斧 AEQ， 先把锤石杀了啊！我们玩鳄鱼就得遭受这种痛苦，给我追来！这波直接开大了，蓝枪烫死了，我们控大了，没关系。下路推，虽然他能玩我们，但是只能给我们刮痧，有什么用呢？没什么用。又是你，刘头，赶紧给我走！
又在这里回城，你死了，我指定不管，我管你，我就是你儿子，我就是牛犊子，我跟你说，我指定不管你，你这回你就在这回吧，我吃一堑长一智。快点来中团，速度。不上，就俺们俩，我不跟你走一块儿，你别跟我走，我不跟你走。就你一个人，你跟我走什么？你家寒冰呢？你去保着点寒冰去，你别跟我走啊。推不推下路啊？这队友呢？来呀！你这大龙 buff 一会儿没了，抓紧时间，来下路，快点推。他不敢上，没事，来给我推来。哎呀，这就直接往上冲吧，就杀他锤石，无所谓了，直接上上就冲上去干。就三个人，那炼金都没在，先把那蓝枪给我杀了来，抠死，喝血战斧致命减员，把他晕住来，装一走，帮寒冰挡技能啊，这波不往上冲来，帮寒冰挡技能，帮他挡技能，一定帮他挡啊，这鱼我们吃，我喜欢吃鱼。千万不要让寒冰死了，知道吧？再打来，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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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管他了，那全是减速，管他没有意义。我们不追人，你往这边走，绕一圈，你别害怕，我就站你旁边，我看谁敢上。W 没出来，哎，你把那卢仙给我杀了，撤。嗯，这寒冰挺猛啊，那小绿人杀他居然被杀了。黑切配个钢铁合计，这回锤石控我0.2秒一个勾，我跟你们说，首先我们的水银骸他有印星，其次我们这个天赋点了印星，再其次我们钢铁合计加了印星，三重印星，没有人能控得住我，控不住，不用你保护，不用我保护他就死了，不用我保护，那鱼我不给他吃他不死了吗？怎么就我就发现就我就说一句你就必须得对一句，我说一句就对一句啊，我是你仇人是不是？你跟我在这对对联呢是吧？我这没有我能赢啊，哎，没有你也能赢，然后输了，你那不放屁呢吗？就硬在那放屁，就非得要对一句，就跟我不对付。扫一下来，你别怕啊，这里有没有人？给我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找一下。我给你找一下啊，希望这后边没有人。好，没有人，好，没有人，好，来晕住蓝枪 AE 一上来，你杀我小驴蓝，好大的胆子还控我，你还他娘的控我，你控我，你控得住？我看你控不控得住，刚才看见没有，那锤石，那锤石一个勾0.3秒的减速，看见没，瞅没瞅着，三重印性加上那锤石，那个墙我撞了一下也就0.5秒都没到，直接减速没了，看见我的印性没有，我们三重印性。